我好喜欢狗，你们喜欢狗吗？喜欢啊，可是不能养，因为我妈对猫过敏。我也喜欢，但是我发现有些同学好像对狗不太友善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些狗狗都好可怜。不过想养鱼，最近鱼好像变少。没错没错，我常去海边玩，发现岸边的垃圾实在太多了。大家常用塑胶制品，所以导致海洋里面的塑胶垃圾越来越多。难怪鱼会变少，人类的活动已经影响到海洋的环境以及生物了。那我们要不要试着解决？当然要。然后也很用心的在规划整个活动，那关主管也都很有台风，很用心的在那个设计活动的内容。那请问老师，您参加这次的活动之后有学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好像我们的日常的塑胶用品真的太多了，那应该是要推广减量，那就要从同学们我们自身做起，这样。那请问老师，您参加过这次闯关活动有什么建议？建议啊，如果说相关的类似的活动能够呢推广到很多的班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棒，有参加到的同学都很有收获啊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可能也不是说名额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如果说可以推广到各个班级，效应会更大。很想就是觉得很好玩啊，建议就是希望可以多办一些。